我从小到大都会看到的东西啊。难怪了，我看你好像在那边幻想是什么东西。没有啊，就想回到就是以前的时候都会在这些地方就是玩游戏还是这样。所谓玩游戏呢，就可能就是啊钓鱼啊，还是钓什么那种小小字的，然后它有三个顶的那种，他们叫做沙嘎丁。沙嘎丁。哦。好，我会查字典的。就是这福建话来的啦。沙嘎丁。这边才有，这边才有，还是有稻米的地方都会有。它是河的哎。哦。对，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就是放风筝啊，就骑着脚踏车，然后后面就是拉着那个风筝这样。就很像那种面粉水一样。嗯，啊，你看，那这节目播出去会不会全部人也来将菜来吃？咦，你看变白白，水白了。它感觉就好像我们吃生的那个爆瘦玉米，还没有拿去蒸的时候，我们拿来生吃的时候，那个感觉一咬呢，它有那个玉米味。水水的，拜拜。现在呢，我会带大家就是到这一个 BLS 珍珠米厂这里参观一下。这里很像博物馆。对呀，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介绍那个稻田啊，然后过后那些整个过程怎样制造那些米的一个博物馆。哇，难怪看到很多的，刚才看到有米的品种啊。对，这里都有展示出来，就是它的米的品种啊，因为这里其实呢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品种。哦，难怪我可以看到呢，以前的农民哦，他们下稻田，他们所用那些工具，到现在的这个演变是怎么样的，可以看到，对啊，他们所有踩脚车。
对，他们以前都是踩脚车到这些稻田里面去耕种啊，还有就是一些犁田的用具啊，还是就是这些秤啊，以前都是就是这些用具让他们去生产这一些稻米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对呀、啊，大家要多多珍惜哦。哎，那么冰淇淋在这边耕种嘛、那有吃这边是不叫的米吗？有啊，都会有吃过啊，因为这边的米呢品种呢其实是很不错的，他们都是引进了就是台湾啊那些的科技进来，然后它的品种都是很不错的管理品的。台湾的科技，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到台湾那种的米，好像日本米那种比较QQ， 然后比较圆润，就是比较有质感的。对，可能我们等一下请一下负责人，让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那些他们具有的那种品种吧。好。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博物馆，对不对？稻米博物馆。然后为什么你们会成立这一个就是稻米博物馆呢？我成立这个就是让现在年轻的一辈可以知道这个米制造的过程，很多那些游客他们都不了解这个制造米的过程，因为他们住在城市，没有这个稻田，这些都没有。也是对的。那么多数游客是来自什么地方比较多呢？吉隆坡、柔佛、州都有。外国呢？外国有吗？外国也有，新加坡游客多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稻米博物馆呢，真是让大家就是多认识一下，就是稻米的制造过程啊，还有从它以前的历史到现在的演变过程。是，不过真的是要感谢你，如果我天天吃饭，我都不懂那个米的过程是怎么样的。对。然后我在这边被我看到的就是讲说你多久没和家人一起吃饭了，这一句其实让我有一点感触哎。但是我们想让他们回想起这个多久没和家人一起吃饭。是，其实我看到了，我很想去吃饭，爸爸。对，我的家就在这里办，我可以回家吃一顿饭先吗？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米厂呢，大概有多少个品种啊？就是你们的不同类型的，我们有六种。六种。我们最好卖的、最出名的一个珍珠米。珍珠米是那个台湾的珍珠米，可以做寿司。那个很特别的那个品种，有那个珍珠玉香。珍珠玉香。玉香就是有芋头香味的那个珍珠米。最美都是你走过的，牢记着在那。